蒜蓉开背大虾。为了做这个菜，我天黑了还没落着吃饭，一直在帮船长打下手。哎呀，盖帽了，太好吃了。马上过年，家里餐桌上一定要来一盘虾。其实这底下要是再铺点金针菇就更好了，更好吃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外面实在太冷了。一点也不想出去。对虾现在正在搞活动，198两盒，还送两包海藻沙拉，你们就抓紧囤年货吧。好吃到停不下来。